摄影大哥赌输了，所以必须要把眼前的果冻做一次吃掉。做一次哦，你自己说。挤呀挤呀挤挤，多难！没办法啦，你的嘴巴你最好可以塞全。哎、欸，说不定他有办法，他有伸喉咙的这种。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，三个就满了。进进进！屁呀、啊，好强啊！哦，最多三颗。没关系，我们没有计时，我没有计时。哎嗯，不要！哇哇！恭喜摄影大哥挑战成功！谢谢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有什么话想说？等一下，我们摄影大哥，等一下你跟他说一个秘密。刚刚其实我们都是压单数，然后你在真的吗？确定？我们压双。我就知道你们是作弊。